魔术师。哎，怎么卡我？在二楼。弹射。又一个弹射。魔术修完了，然后这边佣兵修完了，可以啊。佣兵在石像，然后医院一台，还差一台整机。哎，这也算打尸体啊？没了。整个节奏崩掉了，但这个磁铁失误了。机械师救，魔术师去补，他们在医院。然后佣兵过来救，魔术师接着补。拦住佣兵，谁都没救着，把他挂了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到营帐了。
肥妹和薪资。直接转点了，娃娃机械师三连佣兵，然后飞去黑妹。防倒。我不着急，我等无人，反正你要是秒怀表，刚才教室比帅。佣兵倒到娃娃那边了，然后结石修完了，他从医院过来，结石可以拦。然后废墟黑妹结石过来了，好快呀，看能不能拦住啊。拦住就输了呀，黑妹补小木屋，佣兵修三连，都修完了，黑妹会救人。把人挂了，结束应该没娃娃了，他玩了四台电机，我杀佣兵。哇，这黑妹三层了呀，结石二挂，
黑妹补，佣兵自己，我直接传送了。嗯。我赌这个佣兵救不到，他没修。等一个误认，感觉一玩杰克就把我送去角落，不敢玩了，怕了。黑妹，调香。敢翻吗？这里都敢翻。膨胀啊！哎呦！你这逼我交闪啊！我看见个好东西，调完十九。打你！分享者我就打正对。先知，他笑的不会很舒服的。我这边有占有欲，被套路的影响。佣兵修完了，该回去了。打了转啊！Thank you.
这都不跳啊。翻车了，我想闪现震慑到的。他应该赶不到板子吧？100%去玩判定的，走了。真的是100%去玩判定啊！有板子他绝对去板子，从不会拒人。起不来呀、啊！小木屋电机应该让了吧？磁铁，磁铁空了。直接转点了，整个天音器赶紧回去。两个加速，
哎，这个佣兵呢？应该是蹲着了呀。守大门。没必要交钱，这人直接死。跳下去了，哎，佣兵打了这儿，往大门跑了，15秒，看能跑到哪里去，找到了，一般是倒在地窖口的。上次佣兵有问题，这次不打了。秒拍照，干佣兵的修啊，集装箱和大房。这人在干嘛呀？不懂。调香师会过来。佣兵。
当时不来吗？用命一刀死啊！居然没倒！不拍照，拍照他就进镜像了，没必要。然后现在在拍。把他挂在外面，不能把他挂在大房，麻烦。好像是不出刀，要么就拼香水。然后现在你们摸好，都是一刀死。大房电机不要了，动了。哎，还好没什么区别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让我拍个照，拍个照。完蛋！先知，下一个不认死了。除非有人救他。空了。
应该是用冰修的，二号机。黑妹，黑妹点了。手电机了，两个人都在修了，直接追。又玩卡位啊，这最后一台，拦住这个磁铁就好了。如果黑妹去修墓地的，那就把他们输定了。黑妹啊，真去修墓地的，然后他现在要赶过来救佣兵。黑妹如果过来偷人的话，其实能赢的。都四号机了，不在的话，那就是教堂。手电机啊，他弹走了，那我走。磁铁没治愈。黑妹在四号机，可以挂黑妹，然后佣兵肯定去摸磁铁了，这个无人得把他带走，快一点。哎，那就没了呀。那磁铁起来了呀，抓佣兵。又没死了。
没治愈了，我等闪现。如果把幽冥挂死了，这个人就跳地窖。他没治愈了，干嘛不把他杀了？尸体可以追一会儿。这都没打到，这先知膨胀啊，是不是人工机？幽冥在倒，这波幽冥不倒的话就完蛋。看到我从哪边弹了。被偷了。那守三连，这个人，哎呦，想给他一刀的。炸了呀！我的板子踩了。
没有 VIP。要急死了。我靠，有怀表。这条纹是怎么带个怀表啊？用妹妹偷就很伤。这么怂啊！去做方向。也被打捡了。我倒是看见佣兵了。哎，不打人就算了，还打尸体。
挺满的呀，你救不到。我都不着急，这是打团了呀。反正你们也赢不了，幽冥已经吃了好几刀了，起都起不来，收拾这个人就行了。接着是在里面玩，哎，玩蛇。还有没有天行器啊？捡一个就好了，看看这边有没有。偷起来了，开的再远也没有用啊。